Ladies and gentlemen， yes 933，大咖一起 live。这个时候大咖一起 live， 你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哦， facebook.com/yes933，因为我们上线啦，上线了上线了，而且很快呢要请出应该方言方面比我们还专业的两位吧。对，如果方言没有比我们好，至少演技绝对是比我们好的。哦，那是当然的。OK， 我们马上要欢迎的就是 Richie 还有肖欣妮。来给我，哇哦，大家好。已经 stand by 准备好了是吗？请问先帮我们解开吧，公园呢，福建的话到底要怎么说？我们互相看对方。其实我们还蛮 modern 的，所以我们都叫 park。I see。其实我们在拍戏，我们不知道那个字的话，我们会讲中文。哦，可以的哈，就直接讲公园啦。从来临的这个星期五开始哈，在上午11:30，到中午12:30呢，一个小时，让你可以看全新的天宫藤憨人。耶，可能你已经熟悉了，就是每逢星期五这个时段呢，就是会有一些方言的剧集啦。而这一次推出全新的天宫藤憨人，藤憨人很难听嘞，拱狼啦，拱狼，它其实就是老天会疼傻人这样子，对对对的一个说法。然后是16集的这个剧集哦，这一次呢也有很多年轻艺人的加入哦，没错，包括今天来到Yes 933的两位嘛，瑞奇还有欣妮。那请问两位都是方言方面很厉害的吗？除了公园不会之外，我可怜了。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很厉害，就是很努力的去背台词。所以像你们两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在用方言跟谁沟通的吗？我就是跟外婆沟通的时候用福建话，所以其实托这一部剧的福，我比较能跟他沟通了。很好耶。 OK， Richie 呢？我是潮州人嘛，那小时候就一直听外公外婆说，这样子。可是你会说潮州话吗？我会听啦，不会说。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会听咯，不会说。我其实也是。Yeah. 我觉得福建话、广东话这一些 ，OK。但是你看，参加了这部剧集哦，就是给两位哦练习的机会，实战学习。对耶，是你们第一次就参演这样子的电视剧吗？第一次，第一次。OK， 知道要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啊？你找我演我也是挺崩溃的。其实我印象还留在我农历新年的时候，在试那个试镜的稿，然后我就倒了。所以你们有一个试镜的啦？我啦，我这个角色有，所以我就跟我姨丈、我的表哥、我的姨姨们，就是全部去对。他们说算了啦，太难了。然后我就说我也觉得好难哦，但是最后我拿到了，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去背。对 ，OK。还蛮有趣的这个经验，我觉得很特别啊。其实有这样，可是你们那时候就是被问到的时候，你们没有想说，不要啦不要啦，我不可以，我不可以，我很紧张，就没有想说放弃掉，不要做这件事情吗？我有啊。那你我的经纪人打来，他们找你找他们找你演方言剧，有这样，哦，不要不要不要，拜拜。那最后他们是怎么说服你的？他们说 try 啦 try 啦，反正这个戏他们要你，然后 OK 我就 try 咯，就这样。但其实也不止我们啊，很多前辈艺人他们其实也是鼓起勇气去尝试，对，像汉伟大哥他是广东话比较流利嘛，是，但是这个家族他们的家族都是讲福建话的。所以他必须要讲福建话。对，好像钟情姐也是，香萍姐也是，所以他们都是很努力的去尝试一个新的语言的。OK， 好棒哎！所以大家都是从头开始学习呀。Yeah. 那你们全部都是菜鸟哎，请问谁才是最厉害的、最资深教导你们的老师？ Yeah. 如萍姐、千亿大哥，没错，就是一个负责男生，一个负责女生，真的、所以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就问他们，一定是有答案的。真的，他好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只要我们有一道问题，然后就马上就是发信息这样子。然后如萍姐可以帮我一下这一段吗？哪一场哪一部？那他是怎么回你？他是用英文拼音回你吗？还是录音啦、？Hello， 录音就可以了。OK， 我们这时候呢要继续请在收听节目的你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acebook 留言或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来发问。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可能也可以来。见证一下两位的方言能力，是因为空中可能不可以说太多。Facebook Live 可以，这个时候呀，你可以到 facebook.com/yes933。现在听这首歌曲吧，萧敬腾的歌曲《只能想念你》。
Alright OK 好有人直接发嘎吉囊丢猪囊嘎吉囊丢囊嘎吉囊可这可能也就是你唯一会讲的一句是不是潮州话这样子没有啦你还会发臭米啦发臭米是哦是福建我是讲的潮州语言你知道吗而且潮州跟福建好像有点相似之处啦是哦是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潮州话好像唱歌一样是哦很好听的这样的 OK 方言就那个福建话听起来会比较粗鲁 一直往上升哎呦喂依琳说他看了预告他觉得你们的第一次尝试都很不错 OK 哇有人 WhatsApp 进来的嘞说什么这个帮他说可以帮我翻译吗但这个就是那个广东话的嘛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你会吗这个有啊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你是公鸡啊鸽子吧鸽子各个各个各个这个如果翻福建话我就不会了我也不会你们会啊各个国家有大家有大家国家怎么说国庆真的啊国庆啦那个国家给出国给国给吗给啊我不是家伙、oh, sorry 惨了原来我们的 level 是差不多的、不要再叫我们翻译了我们对不起你OK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啊连续两分钟只讲方言哦对刚刚 Richie 明明说 70% 你可以 conversational 对啊丢他哪里来的自信啊你知道每一次他到场的时候他好像一本白纸一样一张白纸然后突然间他念他突然就上升会了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我们在现场我们有人会嘛所以我想说可以很多时候他剧本上他照这样写不代表我们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要把他生活化口语化、口语化 OK 所以现场就比较有逻辑嘛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很会口语化它就如果你看那个稿的话就比较难去分析它但是如果现场聊的话就会比较顺 对 OK 今天你们就做个自我介绍啦如果今天你们看到长辈哦是讲福建话的长辈的话你要怎么自我介绍阿哥你好不那是徐瑞琪吃饱了不吃饱了不你说饱了不你看是不看有这个提供听说人爱看哦真好看然后呢七月二十一号拜五大家的拜五呢十一点半有这个戏爱看哪里看你开电视机去找那个背后你爬不到找那个背后你就看到我人了这样说就好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气死了听到我们那个半桶水的这个是听起来蛮 OK 的蛮 OK 的嘛是吧很可以对不对你也惊讶对不对我觉得 OK 啦什么是 VG金触笔，金可爱，金触笔，我真的不会哎，触笔是可爱，我爸爸是嘞，但是你们在家比较不常，很少咯，真的。我会听一点，但我不知道触笔是触笔是可爱的意思。Cindy 说很期待瑞奇和悉尼在剧中讲方言，一定会很新鲜。重点是你们两个也有很多的对手戏嘛，是不是？是蛮。还可以还但我必须说我们的约会方式还蛮健康的我们真的是去公园散步啊然后骑脚踏车啊本来是要去攀岩的可是好像考虑到镜头的问题所以我们去跳 high elements 是跳 high elements 真的啊所以就有跳有跳然后你们约会的时候是讲福建话对、真的我考你们你们知道肉麻怎么讲吗吧爸妈爸妈你走啊万灾你还记得吗肉麻草门羹草门羹就是讲话讲到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太肉麻了就草门羹就是很轻如果草门羹直接分直接翻华文字的话是什么毛孔打开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乱猜的 OK 还有什么其他的字是你们在现场就有学到的现场学到的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啦
就让你们其实有很多哎，现在还记得的一些词汇哦。嗯，我们比较少会。其实我记得词汇比较像是我社工在工作方面的时候去告诉大家的一些 message， 因为我昨天回看一些影片，是我第一天拍摄之后我回到化妆间，然后崩溃的一个纪录片这样子，因为我就好崩溃，就 NG 了好多次，然后一回到化妆间就开始掐人中，就讲那句话再给我重讲一次，我一定会讲得更好，然后就一就是很麻利的就整段就讲出来了，就先录先掐 chest cut 不，录爱去垮罗棍，爱垮休想接罗棍，够转变的了解，然后什么什么东西，转变的全面的了解，罗棍是什么？医生，哎呦，这得好眼睛派。罗棍是医生呀，不然罗棍是什么？我不懂。叫你讲医生怎么讲？如果你叫你阿嬷去看医生，阿垮罗德啦，罗德，阿垮罗德。其实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也可以的。要去医院看医生，你是垮落的，我跟你讲这样子。罗坤啊，我不懂哎、欸。你越说越错是吧？不是罗坤吗？你们罗坤，好像老君的意思啊。罗坤呀 ，OK， 好， okay, 还有吗？我们真的是不可以哎、欸。医生耶、欸，有人讲医生不是更好笑？哎呦，我学到一个那个 ambulance 啊，他们叫杂货车。哦，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什么车，杂货不是十号吗？十号啊，哦、no? oh, 因为那个、啊、那个 Red Cross 那个、oh, 那个， oh, 对对对，哦、oh, 哦、oh, ，OK， 哇、wow.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问他们啊，我们问千大哥跟如冰姐的时候，他们就会给我们这些解释他们的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嗯，所以哦，我在想你们在拍摄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 NG？ 应该会吧？真的？请问谁？谁的 NG 次数是最多的？嗯，大家很平均，突然好安静，都有都有。我觉得就不只是你们新，就是新生代吧，对，因为像你们说前辈们，汉伟大哥、钟晴姐，如果他们也是需要学这个福建话的话，嗯，应该都是有挑战性的。嗯、我开始声量变很小，开始不敢怎么回答，因为印象中是 NG 很多次。其实他们很像有会有做 NG 片，应该会蛮好笑的。Oh, no. OK， 会让大家看到啦。哎，那通过 Me 我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这个天宫藤憨人啊 ，Me我可以，我已经问过了，因为我真的很想抢先看 ，OK， 所以在我们那个播出的那一天就可以看到第一集，也就是会一集一集出好，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啦，通过那个 Me Watch 或者是八频道11:30就可以看到了。嗯，那像这一次你们比较多接触到，就是剧中啦情节方面比较多接触到的是哪一位前辈有吗？像我本身是慧芳姐跟尤发哥、哦、所以其实我们遇到前辈我们都很开心，我说啊，这一场戏有你啊，感谢你啊，说我的字典来了。哎、欸，可是像慧芳姐也是说福建话吗？她什么都会啊，什么都会，对，海南话也会，广州也会，就广东话也会、哦、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我们也很想，但没有那个实战学习。我觉得像他们参与、拍摄、嗯、就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平台。我们可以从先看，然后多认识一些字啦，多听多看。对 ，OK， 我们20秒之后呢就要回到空中了，别走开。徐佳莹的一首歌曲《准明星》，之前也为你送上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萧敬腾的《只能想念你》。哇，今天我们一天学一点，对，我们学到很多不同的那个方言字啦。罗坤，罗坤是吗？罗坤，从你嘴巴这说出来怪的。我在学习，你还是说洛勒啦，洛勒，洛德，洛德。罗坤是医生 ，everybody、yeah.。我们刚刚也学到了消防车叫做。十号红车，哦，还有红车啊、哦！十号红车，因为它上面是那个十。对，我们也学到了那个肉麻，肉麻，臭猛羹，臭猛羹，这很难。而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比较少用这个吧？是，其实挺有趣。你可以幻想，就是那时候爸爸妈妈谈恋爱的时候都在聊什么东西。还可以讲讲不？也是也是，看电影哎，叫什么？
跨电影哦，对耶，电影、是吧？电影跨戏跨戏跨戏，对，真的，很多人其实刚刚在我们的 Facebook Live 的时候都觉得很好玩很好笑。我跟你说，如果你只是收听 Yes 九三三的话，你错过很多，你等一下一定要去回看我们的 Facebook Live。是，刚刚心里其实有分享了，他合作比较多的前辈是慧芳姐还有尤发嘛，那 Richie 合作比较多的是。爸爸吗？剧中的爸 爸对啊，后任大哥还有姐姐向云姐。哇，我看到他们两位，我其实没有很开心，因为两位都不知道。你像他们的方言不是最流利的是吗？差不多，我们的 level 都差不多。等一下，跟你的差不多。所以其实像我还以为后任大哥是会说的嘞。他会听，而且他比较有经历啦，所以他也不错。潮州话比较厉害吧？他是海南人，所以他说到海南话是讲海南话。OK， 我觉得遇到谁最无助？遇到邦君哥，他一句台词背一个月，就是讲除了他自己的，他帮不到你。所以邦君其实也不会，完全不会方言的。可是他老婆是台湾人呢，闽南语是吗？对啊，都没有多学习一点点这样子。好了，我觉得我们在看这部戏的过程呢，也可以去学到一些不同的方言，让自己进步一下。我很好奇耶，其实看这个戏，它下面有 subtitle 吗？应该有吧？没。我们跟大家一起期待首播。而且重点是不要讲是英文 subtitle 啊，中文的哦，你很重要啊。你要听你要学的话，你就是要看到中文的那个字幕，才比较可以学得到哦。应该会有啦。OK， 如果不会的话，可以发信息给我们，我们可以哪一句你拍照起来？你确定你还记得吗？可以，我的稿还在。OK，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 Yes 九三三啊。最后，如果要以一句福建话来鼓励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这个星期五11:30扭开电视机来，你们好好想哈，好好讲，好好想。对，我们用方言吗？对，一句啦，一句，一人一句可以。你看可以吗？谁先想到？真的要思考的嘞。我除了金火款以外，可以可以可以哦。大概就一句话吗？一句话，这是金火款，大波金眼刀，大波金水，谁爱款？可以过，到你加油。不是巴士啊，日郎，日郎。日郎款提供听个人了哈，日郎会使款 NG 片。也算看我能嘎不啦啦，蛮好笑的，嘎不啦嘞，蛮好笑，是我金好笑吧？金好笑，因为金是很蛮的嘛，他讲他就是蛮蛮好笑。我很期待哦，如果这个提供卡广兰可以有第二集，哇，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更多的进步空间。他们倒吸一口气耶！原来你们不要，没有，不用担心，因为提供会听广了。对呀、啊，不用担心。剧集都说了，那个剧组可以找玫瑰啦，他还是要有兴趣。好了，要非常感谢两位，谢谢两位。记得来临的星期五11:30到中午12:30，通过8频道。谢谢 Richie， 谢谢你，谢谢。